场面很多，而且让我可以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现在单场淘汰榜一上海 NV 腾讯视频的 King 五个淘汰。看一下这一边吧 ，VS 后军被 ACD 包抄，选择了正面强攻，但 NV 决一高下，人数上并不占优，纯洁血量也十分危险。血量是自己打起来了，一个二打一，哇，锁着血，现在 NV 是只剩下 King 一个人了。不过战争刚刚开始。万が一はない。諦めろ。再笑一个。这个爆刀再打了一个。哇哦！这没得说了，林岩已经倾尽全力了。是的，其实是在残血的状态之下，连续打了两个啊。一拖三啊，在这边打倒两个，再拖走一个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